哎，黄起来了！呵呵，对面打野是三叔吗？啊，这么抽象？如果是三叔的话，一会儿那别的直播间的那个 OB 就要开始 OB 我这一把了呀。 天勇的视角应该是有点要看的，我 A 这个兵我应该就要挨打了，哎，多少有点神志不清了，这 W 都距离没到就扔了，铁花无缺送的超火。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. 抗压，等我抓到。话说他是为什么不直接上来打我呢？ 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. 不走吗？不走吗？再不走死了！为什么？凭什么不跑啊？ 66块，这么便宜？哦，这盒见血了，不好意思啊。 我不是点了撤退信号吗？ 点了这撤退信号，他们都忘了。哎，不是，这个信号改了之后，都已经变意思了吗？我这撤退信号点烂了，哥。 没事啊，820米的，820 AD，什么意思？可能得倒钩，倒着问应该是有用。 放弃防守吧，我把药满，多买一把长剑。你敢碰我就杀你，就这么狠。越了，快，别刷了。什么意思？倒钩。 这个信号我已经习惯了，别急。你在搞啊？你干嘛？哎呀，玩不了。
浪费我时间。哎，他们 AD 可能要来啊，我们下路为什么不来啊？乱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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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谁的电话？心态崩喽！玩不了，白跑了。跑车不会漏了吧？废了废了。完成，给他压力嘛，这不能当及时的呀。好像是打先锋啊。八二零米的好了，八五零米的哥们，八五零，哎，打鸡，拜拜，走，帮你挡，帮你挡，完，哎呀我。这为什么能先死呢？啊？这不挡掉，我以为已经杀了呢。绝望了，有点。这奶妈居然有个奶妈，兄弟们，我要先没注意到他，要注意到了我这波点燃就挂了，因为他这波闪现是没有的，这人没有闪现的话，刚才那点血量一百血一个平 A 就死了，突然一口奶，再加上打野死了，哎，辅助死了，哎呦。奶妈维鲁斯，他们接控制令。他也没事。他用我杀掉，杀我用掉。拉扯一下 ，OK。辅助来了。就你给的单啊！哼，服了兄弟们！操，奶妈这个东西，说实话还真有点难记住啊。但这个先锋好像是，刚才教练说很重要，重要就很重要，还是留着骑啊，都200块。大不了，就哎，这 Q 技能不应该就留在原地吗？为什么还跟过去了？龙好像能打，我们现在是优势哦。哎，他这个改了吗，兄弟们？关键他这个我这个 Q 跟闪
跟得很慢，你们知道吗？就那种 Q 跟得很快的那种，就他闪到那个位置，我直接瞬发跟过去，那个 OK。我这个是慢空中滑闪过去，这个改了吗？新版本就不管他闪现，我也能跟。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懂我的意思啊？啊，不要我挡吗？我想杀人呢，哥。红灯来了，撤吧。走，挡住就行了。哎，我操！我这把补刀好少，我感觉我有点被遥控了呀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！少吃了好多兵呀、啊！不能再跟这个打野了，这再跟有点出事。제압되었습니다啊！这波不应该是双杀的吗？完了，给他做加一了，哈哈。岩雀肯定随便杀，因为我知道他也没闪。这波他们中单好像装备太好了，这打野能不能？应该不会让我失望吧？这波杀中单的杀打野的话，中单死不了。那杀中单，我两个助攻，但也是300块，好像不亏也不赚，就我队友赚了一下，没意思。野攻基地现在是不是进击都要第一剑出这个东西啊？哦，他这个信号确实还可以啊，兄弟们，现在都可以直接很明确的，不用打字就知道去团哪里。感觉他这个排位搞得好像。就虽然是单排，但跟很多人打没区别啊。这信号这么多，我去都。A 塔没有效果吗？他没有繁育塔了，没人抓他呀。豹女的话好像确实先去跟那个鳄鱼好一点。
포탑을 파괴했습니다. 该休息了，兄弟。전설의취향靠一下，靠一下，靠一下，这个没塔的。找到第二个，第二个，给一个呀！아군이당했습니다真把我当。不喂马，就想让那马儿草，好不让不喂马儿草是吗？给一个，这波 Q 过去不放点燃的话，仙宫没有。对的，这个仙宫，哦呦，孩子，好像点的是我啊，兄弟们，这个。活人吗？这是，看一眼。好像是，这不是职业选手。好友，那你还不给我让人头啊，大哥？我要去杀一下阿克尚，说实话，我虽然我现在三个人头啊，但我杀他不是开玩笑的。这把我看压了一整把，这人选出阿克尚，我先出男刀，他出阿克尚，这就是恶心我的。现在该是我们报仇的时候了。啊！我报仇的时候。소환사한명게임을소환사한명게임을